同吃同住，像正常夫妻一样的生活，生活上三天。如果试婚成功之后，你就可以选择带回老家结婚，也可以选择呀，在这边做上门女婿，做上门姑爷的家们。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呢走进这个部落，了解一下他们这边试婚的一个情况，家们。在这边呢，每天呢是鸟语花香，风景特别特别好。这边的女孩子呀，常年生活在茅草房和猪八房里面。女孩子在这边生活的也是非常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善良，非常非常漂亮。家们，这边的环境啊也是相当相当好的。哎，家们，咱们来到这边啊，就看到一个美女啊在干活，兄弟们，咱们过来采访一下。嗨，美女，小妹你好 ，Hello，Hello， 小妹你好 ，Hello。哎，不，小妹你跑啥？小妹你跑啥？家们，他们这边的女孩子呀和我们外界的男士呀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说呢有点排斥我们，咱们要近距离的过来采访一下。哈喽哈喽，小妹你好，哈喽你好。你是干什么的？哦，你会讲普通话呀？会的。哦，那很好很好，家们，咱们在这边转了很多家啊、终于找到一个会讲普通话的小妹了。小妹不要害怕，我呢是一个旅游主播，然后呢今天呢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你们这边，就是想采访一下你，好不好？什么是采访？就是咱俩互相聊聊天嘛。你想跟我说说话？哎，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小妹，来来，不要害怕，来来来。哎呦我去，小姐姐这么大呀啊！哎，长这么漂亮，怎么称呼呀？哦，你可以叫我莎莎。莎莎，嗯，哎，我可以直接称呼你的名字吗？哦，也是可以的。哎，好的，家人们，咱们镜头面前这位美女啊，她叫莎莎，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莎莎，来到你们这边之后啊，就是听说你们这边呀、有一个试婚的一个习俗，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你们这边是如何试婚的，好不好？哦，你是过来试婚的？啊，不，你不要误会，小妹，我那是一个旅游主播啊，我是过来带大家呢过来了解试婚的。哦，你不用害羞啊，我跟你说，我们这边确实是可以试婚的。哦，还真的有试婚这样一个习俗？嗯。哎呦我去，兄弟们，那我们今天啊真的是不枉此行啊，今天还真的是来对地方了，家人们。我也单身的。什么？你也单身？嗯。哎，不是，小妹，你们这边怎么这么多的单身女孩子呀？我也是可以试婚的呀。不是，你说什么？你也可以试婚？对呀。哎呦我去，走嘛。不是，哎，不是，不是，小妹，你这是干嘛呢？走嘛。不是不是，咱俩这刚认识，你这是干嘛呢？我们到那个里面试下。不是，你说什么？到那个里面试下。哦，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试婚呢？对呀。我的个天呀，有人，我这是走了什么运了，家们？不是，来到这边之后怎么女孩子见到我都要拉着给他们试婚呢？走嘛。哎，不是不是，小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这边的女孩子一见到我都要拉着我给你们试婚呢？很正常的呀，啊、在我们这边只要单身的都可以啊，只要单身的都可以、什么意思啊？你单身我单身啊。哦，你单身我单身，然后咱俩就可以试婚呀？对呀。我这个天呀，兄弟们，还有这种好事啊？不是，这边家们，你们感觉能给他试吗？兄弟们，感觉能试的家们扣一了，兄弟们，感觉能试的家们扣一。不是不是。贾美，你听我跟你讲啊，我那不是过来试婚的，我那是一个旅游主播，知道吗？我是过来带大家呢过来了解试婚的。了解试婚？啊，对对对，了解试婚的。你不是过来试婚的？啊，不是过来试婚的。哎，不是，哎，这怎么还生气了，贾美？你又不是过来试婚的啊？你问为什么就问？哎呦我去，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贾美，等一下，不是你们这边女孩子性子怎么这么烈呢啊？等一下，来，贾美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你好，贾美，我那叫果子，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旅游主播。贾美来到你们这边之后啊，认识你非常的高兴。哎，虽然我不能给你试婚，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在你们这边呀是如何试婚的，好不好？哦，在我们这边，啊，你看到那个没有？哪一个？上面的那一个。哦，这个鸟窝吗？不是鸟窝哟、不是，这怎么不是鸟窝呀？在你们这边，我看每家每户的房屋上，哎，都挂着这样的鸟窝呀。那个是女孩的试婚屋。女孩的试婚屋。哦。哎，不是，咱们，你们挂一个这样的鸟窝，怎么就是你们的试婚屋了？哦，在我们这边嘛，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阿爸呢都会在高高的树上给我们搭上那么样的一个房子。一定年龄，咱们，你说的一定年龄是几岁呀？18岁啊。哦，就说你们到了18岁之后啊，你们的阿爸呀都会在这高高的树上搭一个这样像鸟窝形状的房子。对呀。不是，干嘛呀？哦，女孩子就可以坐进里面，等着单身的男孩子过来跟他试婚。哦，让你们坐在上面等待单身的男孩子过来给你们试婚啊。不，小妹，那这么高这怎么试呀？试婚期又是几天呀？为3天啊。这3天还不允许走下来。哦，试婚期为3天，这3天在这上面还不允许走下来。不，下面那这3天在这上面要干嘛呀？要跟女孩子同吃同住，像正常夫妻一样的生活3天。哦，还要给你们同吃同住，像正常夫妻一样的去生活，生活3天。那下面，那我想问一下，那怎样算试婚成功，怎样算不成功啊？只要你能够在上面生活3天，
那就是成功啊。哦，能够生活三天就算成功了，生活不到三天呀就算失败了，是吧？嗯。那咱们那如果给你们呀在这上面呀同吃同住生活三天，那如果试婚成功之后，哎，那可不可以就是说把你们带到我们那边去生活呢？哦，可以呀。啊。啊，你们也可以到我们这边做上门的姑爷。哦，我们还可以来你们这边做上门做姑爷。哎呦我去，兄弟们，那真的挺好，家们，这边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好的啊。如果能来这边做上门姑爷的话呀，那生活的岂不是悠哉悠哉呀？那但是下面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那如果给你们在这上面同吃同住生活三天，那试婚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你们带到我们那边去生活，我们呢也可以来你们这边做上门做姑爷，对不对？嗯。哎，那如果生活不到三天，那生活两天的话，那是不是就失败了？对呀。不是，那失败了怎么办呀？不成功也没关系的啊，啊，你们直接就可以走了。不是不成功，我们直接走就行了。哦，哎，不是小妹，也不用给你们拿点这个。什么？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任何责任都不用负，我们直接拍拍屁股走人就行了？哦，不是，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们不是吃亏了吗？那我们不等于算哎白白的白玩两天吗？哦，你想想，小妹，给你们在这上面同吃同住生活三天，那试婚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你们带到我们那边去生活，我们呢也可以来你们这边做上门做姑爷，对不对？嗯。那生活不到三天，生活两天就失败了，失败了我们就走了。但小妹，虽然在这上面这两天呀，我们给你们没有试婚成功，但是在这上面这两天呀，我们给你们是同吃同住，像正常夫妻一样的生活的，对不对？嗯。那但凡是一个正常的大老爷们啊，那在这上面这两天呀，那该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做，该干的事情我们都会干。那这时候不成功我们就走了，那等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过去之后，哎，霞妹，你们发现你们的肚子呀一天天大了怎么办呢？哦，你是说有小宝宝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如果有小宝宝了怎么办呢？哦，那肯定要生下来呀。不是，霞妹，我们都走了，你把小宝宝生下来谁来养啊？要跟舅舅的姓。不是，跟谁？跟舅舅的姓。跟舅舅的姓。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这边哎，做上门做姑爷生下孩子的话都要跟着你们的姓是吧？嗯。不是，你要这样讲我们真的是接受不了了。接受不了。对呀，你想一下，霞妹，那在我们那边一般生下孩子都要跟着我们男方的姓，那如果跟着女方的姓啊，那会被别人看不起，会被别人笑话的呀，所以说我们接受不了啊。哦，接受不了也没关系的。嗯，我们可以多生几个。哎呦我去，你们可以多生几个。不想美，哎，就你们这样的能生几个呀？我啊，我都能够生几个。6个的。哎呦我去，霞妹，别开玩笑，咱俩好好聊天行不行？不要开玩笑。不是，珊珊，你有多高啊？哦，1.65米。不是，你1.65米，你说你能生6个？嗯。这边佳美来，你们感觉这霞妹她能生6个吗？佳美感觉能的，佳美来给我扣个6来，不能的佳美我扣个1了，兄弟们。那佳美，那你说你1.65米能生6个，不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你这样行不行？你能不能就是让大家伙呀看看你的身材啊？哦，你想看下身材？对，我们看看身材就知道你能不能生6个了。哦，那可以的。啊，嗯，打开你看下。哎哎，不是，小妹，你干嘛呢？你不是要看身材吗？我的个天呀，不是你们这边女孩子都这么开吗？啊，不是，我们就说看看身材，你上来就去解这个呀？那我不把这个打开，你怎么看？打开？你等一下，我的个妈呀，你可别吓我呀，小妹，我在直播呢，小妹，你可不能这样，我在直播呢。我说我能够生6个啊，你又不相信吗？我打开你看看。哎呦我的个天，不是小妹，不是你，我天，兄弟们，咱们这边女孩子怎么这么开放？不是我们怎么看看身材上来就去讲这个呀？哦，那要不你自己打开。哎呦我就还自己打开了，兄弟们，咱们这边女孩子真的也太开放了吧啊！不是我们就说看看身材，你上来就去讲这个呀？我的个天，你看直播间家们都说让打开看看，家们你们说让打开不让打开，来让打开的家们给我扣个1了，兄弟们，让打开的家们扣个1。不是，家们你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吧？哦，我的意思啥呢？我的意思是你这样转一圈吗？转一圈。对呀，转一圈就可以看身材啊。你转一圈大家伙不就能看得出来了吗？那我转一圈你看下。啊，转一圈们看一下。哎呦可以啊，兄弟们可以啊，这相当可以啊。我说我能够生6个啊，你还不相信啊？相信，这下相信了。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娶了我三姐，她还可以给你生8个。哎呦我天，你三姐这么厉害呀？对呀。不是，你们家的姐妹一个比一个厉害啊。嗯，走嘛。干嘛？你到我家喝口水呀。怎么，这是你家呀？嗯，不是，什么意思，佳美？你要邀请我到你家去啊？嗯。哎，我发现你们这边的女孩子不但开放，而且这个胆子也挺大。咱俩刚认识你就邀请我到你家去，哎，你不怕我是坏人呀？怎么会吗？走嘛。那佳美，那我要到你家的话，我想吃豆腐呀。哦，我们家刚好有的嘛。怎么？刚好有豆腐。那走，佳美，咱到家里看能不能吃上豆腐。佳美，要不要去？要去的佳美来给我扣吧666来，兄弟们。其实呀，咱们进去看一看也可以啊，看一看咱们来这边呀，做上门做姑爷，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下，好不好，家人们？要去的家人们来666扣一波了，兄弟们。走嘛。不是，哎，不是，家人们，你这是干嘛呢？你
我家喝口水呀、啊。不是到你家，到你家吗？你拉我干嘛呢？哦，在我们这边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个样子，什么意思啊？比较的亲。哦，就说在你们这边，女孩子邀请男孩子到家里面去的话，哎，都要这样拉着进去的呀。对呀。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走走走走走。哎，不是咱们方便吗？哦，那有什么方便不方便啊？啊，不是，我的意思说，你们家现在几个人在家呀？哦，就我一个。啊，就你一个人。嗯。家里今天没来亲戚？没有。啊，那方便，我可以进去是吧？方便的嘛。哦，那走走走走。哎，不是，三妹，你确定你今天你没来亲戚，你方便呀？嗯。那你这样，一会儿你扶着我进去行不行？哦，可以的。我那快进快出，我这老快了。啊，可以的。可以啊，那走走走走。嗯、哎哎，三妹，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直播间这些大哥们如果来到你家的话、嗯，哎，那你是不是也是要这样拉着进去的呀？对嘛，比较是亲的嘛。哦，那走走家们，进不进家们？进的家们扣一了，兄弟，进的家们扣个小一。进来嘛。不是三妹，你别这样嘛！你要这样的话，我还真有点不敢进去了。啊！我怎么就是听说在你们这边，女孩子一旦跟男孩子就这样招手，让男孩子进去的话，哎，是不让出来的呀？怎么会呀、啊？你进来吧，进来嘛！不是你不会拉着我不让我出来吧？不会的。那行行行，走，家们，咱们尽量参观一下，看看今天能不能吃上豆腐。来，进来参观一下。哎呦我去！哎，三妹、啊，你家挺干净的啊。哦。家们，咱们看一下，三妹家里真的挺干净的啊。哎，你家条件还不错，还有电视机呢。不是我在这边也赚了很多家，就你家条件还好一点，还有电视机啊。哦，姐夫刚买的。谁？姐夫。你姐夫？嗯。三妹，你说你姐夫，你姐夫是哪里的？你们那边的。我们那边的，难不成他也是来这边试婚，试婚成功之后，哎，在你家做上门做姑爷的？对呀。哎，那你姐夫在这边生活的幸福吗？很幸福啊。很幸福呀。嗯、哎呦我去，说的我都想来这边做上门姑爷了，真的。那三妹、嗯，那就像你们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那到了晚上除了看电视之外，那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娱乐项目没有？哦，我们晚上的话，嗯，那就比较热闹嘛。啊、嗯，晚上的时候，我会跟姐妹，我们围着火堆跳跳舞给姐夫看。哦，到了晚上，你们会围着火堆给你姐夫跳舞。不是，咱们你会跳舞啊？会呀。我去，兄弟们，我还没看得出来，家们这咱们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还多才多艺呢啊！那你这样，咱们能不能就是给大家伙展示个舞蹈啊？可以的，可以啊！来，直播间家们，来，咱们想不想看咱们跳舞？来，想看咱们跳舞的家们扣一了，兄弟们，想看咱们跳舞的家们给我扣个小一了，兄弟们。来来来来，咱们来，你把这个拿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不用了啊，不是不是，咱们是这样的啊，按这个人情世故这方面来说呀，来到你家、啊、本来是要给你带点礼物的，但是呢，我们走的也比较着急，也没有带，挺不好意思的。你看，再一个，还有我直播间还有三千多个大老爷们，还都想看你跳舞，那不能让你白跳嘛，对不对？啊，这个不行，拿着拿着，哎，咱们不用，不是。你别客气，拿着，不用，拿着拿着，别客气，三妹，不用，哎、不用，妈、啊、妈，不用，不用啊，嗯，那这样吧，那咱们又请后补，好不好？啊、哦，那这样来，三妹，你给大家伙展示个舞蹈。现在啊，对对对对，啊、哦，我们跳舞要换衣服，跳舞还要换衣服，嗯，哎，不是三妹，你们穿这样衣服，他跳起来不是挺好看吗？姐夫说了吗？穿这个衣服不能跳的，嗯，啊，我们跳舞要穿这个。哇，兄弟们这么讲究吗？跳舞还要换衣服呢啊？哎哎，三妹、嗯，这里面是你休息的地方吗？对呀，方不方便就是我们参观一下你休息的地方啊？我们参观一下你休息的地方。你这个有什么好看的？不是，这怎么还不让看呀，家妹、嗯？哎，难不成你是金屋藏娇了？啊、嗯，那不会是你姐夫在这里面吧？哪有？不是，哎，不是，家妹，你看是这样的啊、哦，我们来到你们这边之后，就是非常的好奇，就想看一看你们这边女孩子、啊、个人的一个生活环境，好不好？看不了。不，家妹，满足一下好奇心，我们就看一眼，好不好？看不了。这边家妹，咱们想不想看？来，想看的家妹扣一了，兄弟们，想看的家妹扣一。不，家妹，我们就看一眼，满足一下好奇心嘛，好不好？看不了，来来来来，大哥们都说要看看，来来，都说要看，看不下来。哎呦我去，我们就看一眼，看不了，就看一眼，就看一眼。不是，三妹，你确定你是一个人生活？对呀、啊。你一个人生活，你能用得了那么多？什么那么多？什么那么多？哎哎，不是三妹，哎三妹，哎不是，哎呦我去，我天，怎么还把人家给赶出来了啊？我天，兄弟们，这三妹这么有劲儿啊？不是三妹，你练家子，你练过的呀？这么有劲儿啊？不是，我这一看你不简单呀，三妹。这一看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呀，什么故事？什么故事？我们明眼人一看都能看得出来，你一个人的话，你能用得到那么多？什么那么多？你这样，你给我讲讲，有没有试过婚？我单身，怎么可能试过婚？不，咱们你怎么可能是单身呢？我怎么看你都像试过婚的，你也不像那没试过婚的丫头，真的。我第一眼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你试过婚。这边家们，你们感觉这咱们他试过婚没？家们感觉试过的家们扣一来，没试过婚的家们扣二来，兄弟们，不，咱们，你看大哥们都说你试过婚了，你给大家伙讲讲，你到底试没试过嘛？嗯，
没有。没有啊，下面可能下面和我们不是太熟悉啊，他不方便我们讲。咱们这样，兄弟们，咱们跟下面好好聊天，成为真正的好朋友之后啊，咱们再问一问下面个人一个生活问题，好不好？哎，不是下面，你们就穿这样的衣服给你姐夫跳舞呀？对呀、啊，姐夫说了嘛，穿这个衣服跳舞才好看，才会有感觉。哎呦我去，你别说你穿这样衣服给你姐夫跳舞，他有感觉了。哎，你就穿这样衣服给我们跳舞的话，我们也会有感觉的呀。哦，姐夫说了，你们那边大城市。啊，都是这个样子穿的。我们那边霞妹，我跟你讲，在我们那边小姨子如果穿这样衣服给姐夫跳舞的话，那让姐姐发现的话，会把姐夫的脸给他抓烂的，知道吧？怎么会？我给你看下。我的兄弟们，看来在这边做上门做贵啊，身份地位是相当高的啊。小姨子竟然穿这样衣服给姐夫跳舞，我去。这个是姐夫给我二姐买的，也很漂亮的。哎呦我天，不是霞妹，你姐夫都这么有品味啊？哎，给你姐妹买。都买了这样的衣服，让他们专门穿上给他跳舞啊，给你姐夫跳舞呀。我天，哎，你姐夫的话就是在你们这边做上门姑爷做了几年了？哦，三年了。三年，他今年几岁了？五十岁了。不是，五十岁的姐夫让小姨子穿这样衣服给他跳舞啊？我天，你姐夫这简直就是老牛吃嫩草啊！什么牛？老牛吃嫩草啊！听不懂，听不懂啊！那这样，家妹，等一下你姐夫回来的话，让我们采访一下，好不好？我们呢想问一问呀，他五十岁也在这边做上门女婿这三年呀，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好不好？啊，可以的。这样，家妹，趁你姐夫没在家，你到房子面、啊、把这衣服换上，我们在外面等你。换好之后，你就穿这个衣服给我们跳舞，好不好？啊，你不用着急，等我姐妹回来，我们一起跳给你们看。不是，怎么跳个舞还要等你姐妹回来呀？不，我不等你姐妹了，霞妹，去，你直接换上给我们跳就行了。那人多的话跳起来更好看啊。不是，那你这要让我们等到啥时候啊？很快的，等下我姐妹回来，我们就穿这个跳给你们看。那你这样，你别让我们等的时间太久，好不好？啊，不会的。哦，那行吧，行吧，家们，那咱们就等一下他姐妹吧。人多的话，跳起来会更好看一点啊，兄弟们。这边家们，我感觉啊，他们这边的女孩子跳舞一定很好看的啊。你就看这霞妹这小身材，兄弟们，这前凸后翘的，中间还带两个大灯泡，那跳起来舞能不好看吗？对不对？哎，霞妹，霞妹、刚才你说你姐妹，你们家是姐妹几个呀？哦，我们家姐妹就比较多嘛。嗯，我是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哦，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不是什么意思，姐妹？难不成你们家都六姐妹，六个女孩，六朵金花呀？对呀。哎，那霞妹，我听说就是在你们这边呀，一家女孩子都比较多。那我想问一下，霞妹，那像你们家里面这姐妹六个的话，那在你们这边的话，那属于正常家庭，还是属于就是女孩子比较偏多的家庭呢？哦，我们家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啊、你看到那边那家吗？哪一家？那边呢？哦，那一家呀？不是，那一家怎么了？姐妹八个，他们家几个？姐妹八个，姐妹八个。嗯，我这个天呀，不是姐妹，在你们这边一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女孩子呀？那很正常啊。你想下，人家家里边都是五六个、七八个姐妹的，你们家就一个两个姐妹，也是会被人家笑的。哦，就说在你们这边，谁家女孩子少的话，会被别人看不起，会被别人笑话的，是吧？哦，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霞妹，那我能不能就是冒昧的问一下，你别生气啊、哦！你千万别生气，我只是冒昧的问一下。嗯，那像你们家里面这姐妹六个的话，哎，你们是亲姐妹吗？那肯定是亲的呀。哦，亲姐妹呀、啊。哦，不是，就是一个妈妈生的。哦，那倒不是嘛。我们是一个爸爸，但不是一个妈妈。哦，一个爸爸不是一个妈妈。嗯，不是什么意思，佳妹？难不成你们是同父异母？对呀。哦，你们也是同父异母呀。嗯、这边佳妹，我给你们讲一下啊，在他们这边呀，同父异母的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这边，一个人呀都可以找好几个的啊。那佳妹，那你爸爸的话，他在这边找了几个呀？几个？三十个。三个。你在想什么？不是，你给我比个三，比个零嘛，这不是三十吗？这是三个，三个。哦，你爸爸都在这边找了三个呀？哦，哎，不正，那你爸爸找这三个的话，他们是在一起生活呀，还是分开来生活呢？哦，那一家人嘛，啊，肯定要生活在一起的啊。哦，那吃饭要在一起啊，睡觉也要在一起的。不是，那这样的话多不方便。那到了晚上呢，如果两个人哎，那想在一起说说悄悄话的话，那不是被别人听到了吗？你可以这个样子呀！啊，哎呦我去，捂着嘴巴说，干嘛呢？霞妹打哑语呢？那捂着嘴巴怎么说话呀？那你这个样子，人家不就听不见了？哦，这样的话，人家就听不到了。
哎呦我去，你爸爸这个办法确实挺好的啊，佳美。看来你爸爸呀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一个人啊。哎，那佳美，那你爸爸的话，他今年几岁了？在这边找了三个呀？56岁了吗？不是，多少岁？56岁。你爸爸56岁在这边找三个？我的个天呀，不是佳美，你爸爸他啥条件呀？哎，56岁找三个的话，他能受得了吗？他什么受得了？什么受得了？行，等，你别问了，大家伙都知道，就你不知道。兄弟们，他们这边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单纯的啊，佳美啊。哎，那佳美，那你爸爸56岁找了三个，那你是你爸爸的第几个的孩子呀？第二个的呀。第二个的。那你的意思，你的下面还有一个小妈是吧？对呀。不是，那你小妈的话，她今年几岁了？28岁。哎，不是，你爸爸56岁给你找了一个小妈28岁。不，佳美，他们两个相差了一半的年龄啊，然后就生活在一起了。对呀。不是，你们这边女孩子怎么都喜欢这么大的呢？哦，那我们都喜欢成熟一点的呀。哦，都喜欢成熟一点的。嗯，那佳美，那如果是你的话，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呢？哦，那肯定是想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大一点的。干活好一点的。哦，干活干得好的。还要有味道一点的。哎呦我去，还要找一个有味道一点的。那佳美，那你想找一个大一点的？找多大的？找这么大的？什么？不是，你不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吗？我说的是年龄大一点的。哦，年龄大一点的呀。哎呦我天，兄弟们，不是佳美，来到他们这边之后啊，受他们这边环境的影响啊，我一天我脑瓜子们净想那事了啊。哦，要想找一个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那佳美，那如果就是我们到了50多岁60岁的时候，哎，那我们能不能也就是来到你们这边呀，找一个20来岁的来体验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哦，那这个嘛就要看你们的条件怎么样。看我们条件？嗯，不是，看我们什么条件呀？那就比如说，就像是你们想要到我们这边嘛，那首先，这个身体肯定是要棒棒的。哦，身体要棒棒的啊。这里，那肯定也是要好一点的。哦，明白。哦，那里要好一点的是吧？哦。明白了，家人们，咱们可以看得到啊，在他们这边呀，都是居住的生活呀，都是相当原生态的啊。你想吃的都是原生态的东西，鸡是自家养的鸡，猪是自家喂的猪，菜呢是自家种的菜啊。这边女孩子也非常的淳朴啊，兄弟们，哎，不是干嘛？进来呀。不是，这谁家呀？姐妹呀。你姐妹家？嗯。家里有人没有？没有。不是，没人，你快出来！不是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到人家家里面去呢？没关系，进来嘛。不是，我们可以进去吗？哦，可以的。他们家姐妹几个呀？7个姐妹，7个。哦，长得漂亮吗？都很漂亮呗。都很漂亮啊。嗯，不是，你进来吗？进来吗？家人们，家人们邀请咱进去，咱进不进？家人们进不进？进来吗？可以进去是吧？可以的，进来。那行，坐进来看一下，参观一下。哎呦我去啊，你小姐妹家可以啊。哎，不是，家人们，你这小姐妹结婚了没有啊？不是，那怎么还贴着大喜字呀？哦，这是她的婚房啊。婚房什么意思啊？就是他阿爸要提前给他准备好的婚房。哦，就是说我们如果来到这边之后给你小姐妹试婚，在试婚屋上试婚，试婚3天是吧？嗯，成功之后啊，然后啊从试婚屋上下来，阿爸呀就准备好这样的婚房，然后在这里生活是吧？哦，对呀。哦，明白，原来是这样啊。不是，你小姐妹人呢？哦，应该到山上面干活去了。到山上干活去，啥时候回来呀？很快的嘛。不是，你确定你小姐妹长得很漂亮吗？很漂亮的呀。那你这样，等一下，他回来的时候介绍我认识一下，行不行？哦，可以的。可以啊。那行，走，咱们先出来。不是，不要在人家家里面待的时间久了，待的时间久，不是以后家里丢东西了不好说的啊。兄弟们，没关系的。但家里也没啥东西可丢的啊。哎，夏妹，刚才你说你28岁的小妈，那我想问一下，你28岁的小妈她长得漂亮吗？很漂亮的呀。很漂亮啊。比我都漂亮很多。哦，比你还要长得漂亮很多呀？嗯。真的假的呀？对呀。那你小妈28岁的话，那你的话今年有几岁呀？我24岁了。不是，哎，你小妈仅仅比你大了4岁。嗯。我的个天呀，怎么可以这样啊，霞妹？这在我们那边是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呀。哎，你想，爸爸56岁找了三个，最小的一个28岁，哎，比他女儿仅仅大了4岁，这在我们那边真的，霞妹，会被别人说闲话的呀。在我们这边都是这个样子的呀。哦，在你们这边还都是这个样子，很正常的呀。哎呦我去，还很正常啊。兄弟们听没听到，家们，爸爸56岁在这边找了三个，最小的一个28岁，哎，比他女儿大了4岁，在他们这边还很正常。哎呦我去，不，佳美，你这又是干嘛呢？姐妹家呀。姐妹家？嗯。
不是你这人缘挺好啊啊！哎呦我去，兄弟们，哎呀，这中午，兄弟们，让他整几个啊，炒几个盘子，让咱吃一下，好不好？这咱们家这我姐妹在家吗？哎 ，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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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啊！干嘛的呀？你好，我那叫果子啊，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旅游主播，哎，这是你家吗？哎呦我去，不好意思，来应该给你带点礼物的，但是没有带，挺不好意思。来，小妹，来，发个红包吧，好不好？不，来，发个红包，小妹。不用的。拿着嘛，头一次见面嘛，对不对？客气了。啊，不用啊。哎呦我去，这小妹长得确实挺漂亮。哎，他们家姐妹几个呀？他们家姐妹六个呀。姐妹六个。嗯。都出嫁了吗？哦，就大姐嫁到外地了。大姐嫁我们那边去了。嗯。那还有五个没嫁出去？对呀。哎呦我去，可以，这小妹也没出嫁是吧？那肯定的呢。她也可以试婚吗？哦，对呀。兄弟们，这小妹长得确实挺漂亮。哎，你看兄弟们，咱们看他们这边水果挺丰富的啊。哎呦我去，这都是你们这边种的吗？对呀，山上长回来。还有鸭蛋呢，兄弟们，还有鸭蛋呢啊。吃一个吗？啊不好意思，不好，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用，谢谢。哎呦，这小妹确实挺好的。嗯，他们家那些小姐妹呢？哦，到山上面干活去了吗？到山上干活去了，啥时候回来呀？都很快的嘛，很快啊！你这样，一会你那小姐妹回来的时候，你跟他们讲一下，行不行？我看要，这小姐妹对我都特别热情，我也挺不好意思的。这样，我一会儿呢，跟你们组长，就是老组长沟通一下，行不行？然后晚上啊，我在他们家摆上个两三桌、三四桌的，然后请你这小姐妹，咱们一起在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交流一下，好不好？哦，那可以，好吗？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去，姐妹都可以去啊，都可以去啊，那可以的啊，行，好，小妹，打扰了，晚上见，好不好？你还挺好的嘛。啊，晚上见，拜拜啊，晚上见啊，不做了，打扰了，挺不好意思的啊，晚上见。我再带你转一转啊，转一转，兄弟们，他们这边女孩子也确实啊，非常热情啊，家们啊，相当热情啊，走，咱们转一转，哎，小妹，这是干啥呢？哦，压苞米的吗？干啥？压苞米，压苞米，怎么个压法呀？哦，这个很简单的嘛，我教你嘛。嗯，看一下。哎呦我去，兄弟们，哎，这工具可以啊，家们啊，这工具可以啊。兄弟们，咱们可以看得到啊，这边的女孩子干活确实一把好手啊。你看这小阿妹干活多溜爽啊，看来他们经常是这样干活的，家们啊。如果能娶上这样的媳妇儿，兄弟们啊，那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啊，多好啊，啊。这个很简单的嘛，兄弟们，看得出来，他们这边女孩子啊非常有智慧啊，他们这边人都相当有智慧的啊。你这样，霞妹，晚点我给你投资一个机器，什么嘛？就是机器，用机器搞嘛。哦，我们这里挺好用的嘛。啊，确实也挺好用的，确实见没见过，兄弟们，你们见没见过这样的工具？见没见过？见过的家们扣一来，没见过家们扣二来，兄弟们。啊，行了，霞妹，行了，确实挺好啊，确实挺好，头一次见这样的啊。走，带大家伙转一转吧，别把你累着了，好不好？那我带你转一圈啊，转一圈，家们，咱们可以看得到啊，在他们这边呀，每家每户的房屋上都挂着这样的一个鸟窝啊，被他们通称为试婚屋，就是女孩子呀到了结婚出嫁的年龄啊，他们的阿爸呀都会在这高高的树上搭一个这样像鸟窝形状的房子，然后让女孩子呀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坐在上面等待单身的男孩子过来给他们试婚，试婚期那三天成功之后可以把他们带到我们那边生活，我们也可以来到他们这边做上门做姑爷的啊，家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边转一转玩一玩啊，兄弟们。哎，小妹，刚才你说你28岁的小妈长得比你还漂亮，比你的大。哦，大很多嘛。不是，你确定你小妈长得比你漂亮，比你大？哦，对呀。哎，小妹，这样，此时此刻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帮个忙啊？嗯，你说。就是你阿爸和你小妈的话，他们生不生活在这边呀？哦，在的呀。也生活在这边是吧？嗯、你这样能不能就是带我们去采访一下你爸爸，好不好？可以的。嗯，我们呢想去了解一下你爸爸呀，何德何能啊？56岁在这边能找三个，最小的一个28岁，我们呢想看一看他到底他啥身体，好不好？哦，可以的，可以啊。嗯、那这边家们，那咱们要不要采访他爸爸？家们要不要去？要去的家们，我扣个小一了，兄弟们。其实要去采访他爸爸呀，不是我的目的啊，我就是想看一看呀，他28岁的小妈呀，长得到底有多漂亮？家们，我真的想去看一看他28岁的小妈长得到底有多漂亮？家们，咱们就是想去的家们啊，咱们扣个小一啊，想去的家们来给老弟扣个小一。哎，霞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会儿呢，我去采访你爸爸的时候，就是我跟你小妈呀，就是聊天的话，哎，他就是能不能听得懂我说话？哦，可以的呀。嗯，像我们这个年龄都会讲上一些普通话的。哦，都会讲一些普通话。哦，就是
我阿爸的话可能就会听不懂嘛。你阿爸听不懂我们说话、嗯、不是为什么呀？年纪大了吗？就不会讲普通话的呀。哦，明白明白明白。哦，你的意思说你阿爸的年龄比较大，不会讲普通话是吧？嗯、那这样，佳美，等一下我去采访你爸爸的时候，这样你给我做翻译好不好、哦、就是你帮我说话行不行？哦，可以的，可以啊、嗯、来来来来，小美，来你把这个拿上来，来来把这个拿，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哦、拿着。不用的不用的、不是，佳美是这样的啊，你听我跟你讲，就是我直播间这些家人们啊，都他们都知道我，我果子这个人家不喜欢欠别人人情，知道吧、嗯、就是我到哪里请翻译啊，都要给人家拿点这个的。佳美你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哦，那太多了嘛，我拿这一个就可以了。不是都拿着，这都是给你的呀。太多了，不能要，不能要。我的个天呀，兄弟们，我还没见过女孩子嫌这个多的，家们啊，可以看得出来呀，人家这边的女孩子是非常懂得知足，非常懂得满足的，家们。不，霞妹，你都拿着，来这边，家们，来让霞妹都拿着，家们来六六六可以不？来，兄弟们，让霞妹都拿着，家们六六六可以不？不是霞妹，你都拿着，你要不拿着，我跟你讲，我这边大哥们会骂我小气的。啊，全部都是给我的。啊，全部给你的，拿着拿着，别客气。哦，那谢谢你了嘛。你真的是一个好人的啊、哦！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霞妹，刚才你说你是24岁是吧？哦、那24岁啊，在我们那边，人家早就结婚成家了，那有的都有孩子了。哦、那我想问一下霞妹，那你的话，24岁，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还是已经有家庭了？哦，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人的。不是，你是单身？哦，我单身了。哎呦我去，兄弟们，这聊了半天呀、啊，兄弟们，这霞妹还是单身呢啊！啊，等一下，等一下，霞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霞妹、哦，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大到现在还是单身呀？那我确实是单身、啊。不是，我是问为什么24岁这么大到现在还是单身呀？哦，我们这边嘛，男孩子又少，女孩子又多，那找老乖哪有那么容易？哦，就是因为男孩子少，女孩子多，找老乖不好找，是吧？对呀、啊。哎，不是，霞妹，那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那在我们那边真的是很抢手的呀。嗯、这边家妹，你们感觉这霞妹她长得漂亮吗？感觉漂亮，家妹扣一来；感觉漂亮，家妹扣一。真的，霞妹，像你长得这么漂亮女孩子，在我们那边真的很抢手的。为什么在你们这边就嫁不出去呢？我们这边嘛，男孩子又少，女孩子又多，按你想下，嗯，就像。我们家一样，我二姐都26岁了嘛，到现在不也还是一个人啊？哦，你二姐26岁到现在也还是单身呀？哦，就是因为男孩子少，女孩子多，找老公不好找是吧、啊？哦，原来是这样。哎，不是，霞妹、嗯，这是谁家呀？啊，我家呀。你家？嗯，不是，怎么你结婚了？没有啊，我单身啊。啊，不是，那怎么都贴着大喜字呀？哦，这个是我阿爸提前给我准备好的婚房。你阿爸给你准备的婚房？嗯。哦，就说如果我们来到你们这边，如果给你试婚、嗯、给你在试婚屋上试婚3天，如果成功之后从试婚屋上下来，然后在你家做上门姑爷的话，做上门女婿，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是吧？对呀、啊。哦，那你阿爸对你确实挺好的啊、哦、早早的把婚房都准备好了。你过来坐吗？不是，不坐就不坐了，佳妹，坐就不坐了。你看，哎，这不好意思，你看这孤男寡女的，咱俩要坐在一起，一会你阿爸回来的话，那误以为我是来给你试婚，拉着我不让我走，咋办呢？没关系的，你过来坐吗？可以坐吗？啊，坐吗？那佳妹，咱们坐不坐，兄弟？佳妹特别热情，邀请咱坐一下，坐不坐，兄弟？坐在佳妹扣一来，坐在佳妹扣一。不是，我不好意思的，来，先坐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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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来，咱们就坐一下啊。哎呦我去，坐一下，坐一下。不是，啥？你们这一天天的啊，啥我俩是这个夫妻相，你看这有些大哥还说我俩天生一对儿，啥天生一对儿，大哥，老弟是有老婆的啊，我是有老婆的，什么天生一对儿啊，大哥啊，别打天生一对儿啊，兄弟们。哎，贤妹、啊、你们这房子它漏雨吗？哦，下大雨的时候会有一些的。下大雨郎才女貌、哦、哎呦，还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哦、哎，你俩还挺般配。霞妹，你这样行不行？嗯、晚点闲了，就是我给你的房子修一下，好不好？哦，那很好的嘛。啊，谢谢你啊。啊啊啊！你看你热得满头大汗的，我给你擦擦汗。哎呀，不是，哎不是。哎，我给你擦擦。哎呦，我去，霞妹，你别不是，啊、不是，霞妹，你别这样，你不是，霞妹，你别这样，你这样的话，我就马上就走了啊，你别这样啊。兄弟们。霞妹，我知道你啥意思啊，兄弟们，就是像咱们这样的啊，来到他们这边之后啊，他们这边女孩子呀、啊，对咱们都非常热情，因为他们对我们是有想法的，因为他们这边啊，大家伙都知道啊，一家都5、6个、6、7个啊，霞妹的啊，所以说，佳妹，咱们就那个啥，霞妹，我知道你啥想法，但是我跟你讲，霞妹，我是有老婆的，
有老婆啊，对，有老婆的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大家都知道主播我呢是在缅甸做上门女婿，我做了七年了啊，我那缅甸老婆你们都见过，长得确实比她还漂亮，兄弟们，哎，这边家们，我想问一下这边家们，就是我在缅甸做上门女婿做七年，我在那边的生活环境啊，和这个基本上差不多呀，啊，我想问一下这边家们，就是如果来到让你们来到这边之后啊，给这小阿妹试婚成功之后啊，然后让你们呀跟她生活在一起的话，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的话，你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环境？家们能接受，家们扣一了呀；接受不了的，家们给我扣个乐了，兄弟们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家们扣一，啊，不是这么多大哥都能接受啊。这么多大哥都能接受是吧？那霞妹，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要如实的回答我，好不好？哦，你说嘛。就是我替我大哥们问一下你，你像我们来到你们这边之后，跟你试婚成功之后啊，在你家做上门姑爷，做上门女婿，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下，那我们刚来的时候啊，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哎，那我们靠什么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就是怎么生活呀？这个简单嘛。啊。我们都是靠山吃山。靠山吃山什么意思啊？我们都有两座大山的嘛，是有两座大山，确实挺大的，我们都能看得到啊，确实挺大的呀。那你勤快一点吗？到后面山上种种水果，采采山货，也是有吃有喝，饿不着的。你的意思说到你们后面两座山上去种水果、采山货呀？哎呦，我这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哦，明白明白。那贾伟，那你说到你们后面山上去种水果，来你们这边种水果，都种一些什么样的水果呀？榴莲、菠萝蜜、香蕉。芒果、榴莲、菠萝蜜还有香蕉。哎，霞妹，那个榴莲呀，我们大家伙特别喜欢吃嘛，被称之为水果之王，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霞妹，如果来你们这边种榴莲的话，就收购商来收购的话，给你们多少钱一斤呀？3块4块呀。不是多少？3块4块。霞妹，榴莲在你们这边3块钱4块钱一斤？啊！我的天，你给我开玩笑呢吧？你知道榴莲在我们那边卖多少钱一斤吗？不知道。来来来来，这边家们，我好久没有回国了啊，我想问一下咱们这边家们，就是榴莲在你们所在的城市的价格是多少？来打在公屏上，兄弟们，你把你们那边所在榴莲的价格啊打在公屏上，兄弟们，在他们这边3块钱4块钱一斤。你看很多大哥都说58的、26的、37的、35的、48的，还有60、70的啊。霞妹，你这样行不行？我直播间现在还有4000多个大哥，你这样一会呢，我带着我4000多个大哥，我开着直播到你们后山上，咱们现场直播。我们喜欢大的摘大的，喜欢小的摘小的。然后啊，我一斤给你5块钱，然后你给我发到我们国内，让大哥们尝，让他们都尝一尝你们这边的榴莲，好不好？不用那么多啊，3块4块就可以了。3块4块就可以是吧？那行行行行，家们一会呢，我给你们现场直播，给你们咱们到山上去摘榴莲啊，给你们发点榴莲，让你们尝尝他们这边3块钱4块钱一斤的榴莲，好不好？哎，那霞妹，来你们这边，你说种水果卖这么便宜，能维持生活吗？你勤快点啊，我们后面山那么大的，采采山货你是可以换点钱的吗？采山货都采一些什么样的山货呀？那多了嘛，诺丽果、雪燕、回春草、菌子的。诺丽果、雪燕、回春草还有菌子。嗯，哎，霞妹，你说那个雪燕我知道啊，在你们东南亚嘛，被称之为海陆空三宝之一嘛，海里面的鱼翅，陆地的雪燕，天上的燕窝嘛，是吧？那是相当好的一款滋补品。不是霞妹，你刚才说什么？你们家到山上能采到什么回春草？有吗？有吗？不是，就是我们大老爷们泡水泡酒煲汤喝那个回春草。对呀。我去，那可是你们大山里的宝啊！那每年的总产量只有7000斤呀，那很多大老板哎，那花钱都买不到的呀。哎，霞妹，这个回春草在你们这边是不是祖祖辈辈都在用啊？对呀。我去，难怪在你们这边老族长找7个，爸爸56岁找3个，原来他们都在用这个大山这个宝回春草啊。那肯定的嘛。霞妹，你看是这样，你看大哥们说，你看说到回春草，他们都知道好东西。哦。因为只有你们这边有，我们那边是没有的，而且他们都知道这东西是真真正正能帮得上我们的东西。你看说到回春草，大哥们都说要看看你家的回春草，能不能就是这样，把你家的回春草拿来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啊。把你家的回春草拿来让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不是，哎，怎么还不让看呀？哎，有什么好看？不是不是，霞妹，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霞妹，哎呦我去，等一下等一下等，不是霞妹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来都来了，霞妹你看，我们好不容易遇到了，因为这个回春草只有你们这边有，我们那边是没有的，在你们这边你像老族长找7个，爸爸56岁找3个，不是他们都在用这回春草，大哥们都知道这回春草是好东西，真真正正能帮得上我们的东西，不是只有你们这边有，你说你家有的话拿来让我们看一下行不行？你看大哥们都说要看看回春草。拿来看一眼吧，好不好？啊，嗯，
那我拿来你看一下。哦，拿来看一下，谢谢啊，拿来看一下。哎，那家们，那咱们等一下看一下他们家的回春草啊，在别的地方一般见不到的，兄弟们啊。这个回春草呢被称之为大山里的宝，每年的总产量只有7000斤，家们，就是咱们大老爷们泡水泡酒煲汤的啊，只有他们这边有，我们那边是没有的。在他们这边是祖祖辈辈都在用的，你像在他们这边老族长找了7个，爸爸56岁找3个，为啥呢？因为他们都在用这个大山这个宝回春草，兄弟们，这是好东西，是真真正正能帮得上我们的东西啊。咱们走，咱们看一下。